个花都不明显了。谢谢吧，我也爱你。我们是你爱我，我爱你。今儿捐款，你得把钱捐了再走。谢谢您的热情掌声。是啊，这一场又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。哎，啊，我们爷俩，说实话，大家伙比较熟悉。你先等会儿吧。这个，爷儿俩是爷儿俩，您这比划的有点反了，我看。我们是爷儿俩。我们爷俩啊，这个啊，不，别同时比划，您就说谁是长辈，谁是晚辈。大家伙看不出来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我这么老行？怎么老？我都秃了，你没看出来？我也掉头发，我这是烫的，你不知道？大伙儿都知道。其实啊，跟于老师站在一起、啊、特别的高兴，因为毕竟我们哥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改哥俩了？怎么又改哥俩了？到底是什么？爷儿俩。毕竟我们娘俩在一起的时候，对呀，娘儿俩呀，啊，爷儿俩，爷儿俩，对，我们爷儿俩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，哎，偶尔啊有这么一次合作的机会，偶然。之前我跟那个史爱东合作的时候，嗯，史爱东老故去，我们俩就在一起。史爱东故去，不是他经常是死去，啊，那就是故去，啊，反正经常是不在。有时候我们俩偶尔合作一回，对，但是不是特别的多。哎，那后来我跟这个孙悦孙老师做这个搭档，是啊、今天孙老师一会儿还有事儿，然后也走了，是吗？不是，那顾我说他不是走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走了不是就是回家了，不是有事儿吗？回家了啊一会儿还来呢，嗯，我们爷俩。跟您合作一回，哎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于老师很幽默的一个人，不敢当。幽默的人，甭管什么人呐，他都有不同的爱好，啊，爱好很广泛。嗯、那他来说吧，嗯，他的爱好特别广泛，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你跟郭德纲真是师徒俩，我跟你说，好容易说跟你合作一回，还是这话，你这。他饶不了你，我能饶了你吗？哎，这得，我算掉进沟里头了，你出不来了。啊，我就这爱好，三大爱好，哦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嗯，最喜欢的啊是抽烟，烟勤、嗯。这位老师，这一根烟呢 啊，抽一口，抽怎么叫抽一口？并不是说抽一口就扔了，不是，嗯，一口嘬没了。那我这么些年烟龄了，我这肺活量还这么好呢？那是多的嘬劲呢。什么叫作劲呢、啊？您这猛作呀！我给您学学他怎么抽烟。你来了，上台之前 啊，还抽一颗呢。哦，啪，点着了，打着火。哦，他找那个要死的感觉找得特别好。哎呀，我这就随着孙悦也去了。哎呀，啊，烧手了这就啊。第二口就能烧着手啊，一口就没，一口就没啊！哦，猛嘬猛嘬，咱们俗话说“嘬死嘬死”，就这么来的。哎、没听说过，我抽根烟就嘬死了。那可不是吗？啊，经常嘬，经常嘬，导致啊啊，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完了，还内脏。就跟您有多的学问似的，内脏不就完了吗？你有学问吗，宝贝儿？哎，这都是你跟我的称呼吗？这个，宝贝儿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啊。台上您抽我，我挨着是不是？啊，现在这是台上，宝贝儿。怎么着？哎，得了，爹，您说吧。怒啊，怒。甭过这宝贝儿也不能说怎么叫宝贝儿，弄不死你。哎，行了，我边上你给弄死呢。经常抽，导致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不行了，真的。啊，这人不行。是内脏不行了，是我不行了。您说清楚了这事儿。整体。哎。全不行了啊！我就要死，住院了，现在活过来了。
前两天住院了。哎呀，住过一段院，在病房还抽烟呢，这戒不了，蒙坐呀。嗯，还是这口。小护士进来了，啊，看了一个满眼，小护士要说他一句，得劝劝我。哎，小心肝。挺好的话吗？小心肝，伤肝呢。再瞧他，啊，满脸猥琐的表情。我，小宝贝儿。哎呀，给大爷乐一个。哎，行了行了。我们也是台上无大小，猥琐鱼就是他。没听说过，哪儿猥琐鱼？谁给起的名字？这是于老师，说相声说得很好，别客气，真的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嗯，人家都不会啊。你说现如今别给我吹了，都不会，都会，不敢当，都不错。为什么人家说相声说得这么好啊？您说，家里有干这个的？哎，我们是世家，跟这个曲艺有些关系。对，他的父亲，嗯，郭老爷子是。对，到你这儿怎么没改变？还是郭老爷子？我这姓于呀。确诊了吗？姓于。行行行，姓于，我从了你。谢谢您吧，于。姓于，他父亲姓于，嗯，于老爷子，哎，啊，跟这个曲艺是有些关系的，嗯，他父亲弹弦子了啊，你说半身不遂了，什么叫弹弦子了？您这有诅咒的意思啊？你要不说，我没想到这个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父亲弹弦子了？弹弦子了，不是就半身不遂了吗？就是，啊，弹弦子的。怎么那么别扭？你这话，我父亲是弹三弦儿的，哎，弹弦儿的，哎，经常跟家弹，还是半身不遂的范儿，那个弹，天天弹，哦，抱起那弦儿啊，啊，三弦儿，弹弹吗？大，嗯，大，大的个铃，大铃铃，大大的铃，大铃铃，大铃铃。这不是三弦，这快板这么拿着也能拿着。什么点儿这是？你弹弹弦吗？弹弦有这大的令大令令大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点儿？这是经常这么弹啊，天天弹，天天弹啊，街坊邻居受不了啊。邻居啊，敲你们家门了。哦，要嘱咐你爸爸两句，不让劝劝他，帮忙忙敲门。嗯，老郭，怎么还姓郭？行了，敲错了。敲错了，你跟我这儿说什么呀？敲错了，敲错了。对了，敲。猥琐鱼子爸爸。就说鱼行吗？啊，行啊。老鱼。哎。老鱼，别敲了。哎。好听吗？嗯。跟狗挠门似的。这什么词儿啊？别敲了。啊。我走了。走吧。街坊大妈，人走了。嗯。街坊大妈说的话，他母亲听见了。哦。他母亲。要跟他爸爸开始沟通了，沟通开始说话。他母亲老北京人，是说话呀，老北京的口音，一口京腔。哎，在座的可能老北京人也比较多，是都熟悉。我跟您说，学一学啊，哎，老北京口音味儿好着呢。他母亲说了，您学学。我说老兔子呀，什么呀这是？我用一句话相说。行了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京腔怎么河南味儿的这？我说老兔子呀，这怎么了这？老北京话呀，这是老北京话吗？这个比较古老啊，老北京都河南那边迁过来的是吗？那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就这么说，老北京话就这味儿的。嗯嗯嗯，啊，我说老兔子呀，呵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哎，你说吧。遗传，看见没有？谁遗传呢？这个随你的顺口答音儿。我有一句话想说。说吧。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，您别客气了。人家弹弦子，嗯，我也见过。哦，你弹弦子，我也见过。那好，我有一句话想说啊。你嘱咐我。我说了啊。说吧。你这把三弦啊，啊，你得配上弦子呀。那是狗挠门的那个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跟这儿。怎么干挠吗？没有，你跟这还大的令大，这哪儿出来的点儿？这是怎么挠的吗？那还是狗挠门呢，这个什么叫配上弦子呀？
他父亲一听啊，恍然大悟，这才明白。赶紧把弦拉过来。嗯、啊，刚才都没拴弦儿，你这玩意儿，哎。还得把这三根弦捋上，这才能弹，最起码它出音啊。我爸弹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弦儿，弦儿，那叫三弦得三根，知道吗？就三根啊？好吧，你这顿出五根来了都。那不吉他吗？啊，吉他有五根的吗？吉他是六根啊。三弦啊，就三根。嗯，弄好了，开始弹。大铃铃大大的铃大铃铃大铃铃大，我把您那弦儿再松回来得了，跟没蹬上一样，还这点儿。弹完了、啊，特别的高兴，还高兴，特别的美呀、啊。哦，他父亲跟他母亲说话了。嗯，他父亲老北京人呢？我爸爸呀，老北京的口音。哦，这么说的，你说说，我说老婆子呀，还真是老北京腔。我有一句话想说，两口子就别那么客气。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行，您说。那我说了啊，说吧。嗯，我会。你爸爸来了？哎，你爸爸来了呢。这叫什么话呀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人催你，让你赶紧说。好的。要变味儿了。于大爷，您坐着啊。什么鱼？说吧，我会探线啊，你会唱北京打个数？呦呦，你这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。你也会唱北京打鼓数？哎，这是北京打鼓数吗？这个唱出来，确实会唱啊，会唱吗？啊，北京打鼓数啊，能是味儿。你会唱北京打鼓数？嚯、哦，咱俩明天去唱北京打鼓数吧。真胆子大呀！中不中？中。你妈也来了？我这一帮的亲戚哟，怎么那么些人呢？怎么这么些人答应啊？人家起哄，你跟你说话呢。他母亲说了啊，哎，啊，一撇几何呀？你这当什么什么几何？撇。一撇几何？老北京话有这词儿吗？这个应该是什么呀？一拍即合呀。老北京话就是一撇即合呀。哎呀，我这长学问了，这是一撇成功了。两个人特别的高兴。哦，做饭，做完饭吃饭，吃完了饭刷碗，刷了碗躺床上开始折腾。哦，这两口子这一宿，这还折腾一宿？折腾一宿干嘛呀？不是，就睡不着啊。睡不着那叫翻来覆去，知道吗？您这折腾一宿不像话。翻来覆去的折腾，哎呀，没听说过，再打炕上掉下来，这不是不是就折腾，就叫翻来覆去。我问你啊，翻来覆去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折腾，那就是，就干脆折腾吧，就折腾呗，折腾一宿，折腾一宿。嗯，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啊，俩人也都累了。哦，那还是折腾一宿吗？这不是，就是啊，天亮才累。他们都乐什么呢？你心里明白。这是我大爷，真的。你大爷？哎嘿，哎嘿，行，都瞧我大爷，行了吧，我大爷。骂什么街？我卖着票呢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什么瞪眼骂街、啊，真有意思 啊！还是个泼妇，听着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啊！什么叫真好啊？就是开心嘛，跟大伙儿互动也开心嘛，高兴。跟于老师在一起合作时候不是特别多，对，今天很开心，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嗯，说学逗唱你也了解。啊，当然了，说相声年头也不少了。嗯，问您一个问题啊，您说小曲小调您了解吗？多少的了解一点，也研究，小时候学过的，也爱听。哎呀，喜欢。哎，问您啊，啊，有这么一个小曲叫做《和尚叹》，听过吗？
和尚叹。对，这我还真没听过。没听过？嗯，不知道。那我给您讲一讲。您说说，为什么叫和尚叹？因为什么呀？怎么叫和尚叹？您说。因为他的父亲，嗯，就是和尚。哦，这个事儿呢，等一会儿吧，多少有些蹊跷。不是，得从清朝。别清朝，谈不到那儿，没有那么远。我父亲是和尚，嗯，还嗯呢还。他要是和尚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谁呀？跟你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看我干？我是无辜的啊！废话，你别矫情这看你，你咱俩这岁数不合适，多新鲜呢！我没说那别的事儿，我说这和尚叹怎么？我父亲是和尚，你说的，你给我解释。误会了，误会了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不是正经的和尚。我爸爸是花和尚，是吗？啊，谁问？谁问我？谁问你？花和尚吗？哪儿花和尚？不是正经和尚，叫什么话呀？呀，又误会了，真是。啊、我的意思是说你，你父亲小时候啊，那个脑袋上梳了一个小辫，叫小辫儿。这儿走儿化音，知道吗？没法聊，没法聊。废话，小辫用梳吗？小辫是小辫儿，小辫儿，小辫儿叫什么？跳楼和尚啊，跳楼和尚，那还是小辫儿啊？跳墙和尚？我没说人张云雷啊，小辫儿，小辫儿跳墙和尚。哎，对对对，什么毛病你这是？跳墙和尚啊！不光你父亲是跳墙和尚啊，您的仨大爷都是跳墙和尚。过一块儿跳的，嗯，哦，给他们姐四个，嗯，送到姐儿四个，给他们哥四个啊，送到寺庙里头，哦，寺庙里头有一位老和尚，嗯，叫智障法师，哎，你瞧这名，什么谁起的这都？智障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哥四个，哟嚯，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，都叫什么呀？你大爷叫发聪，哦，二大爷发明，嘿，三大爷发广，哦，你父亲发廊，发廊啊，哥四个，这烫头合适了这。发廊干嘛呀？发廊走三声，廊廊乐哇廊，你就别拼音了。发廊，发廊，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，是吗？每天就是扫扫地呀，嗯，念念经啊，呵，天天闲着，他父亲是五脊六兽的，反正没事儿干，天天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，什么曲儿？和尚叹，啊，什么味儿呢？唱起来好听啊，你唱，我给你学学啊，可以。哎，你看我像不像你父亲？哎，不像，差远了，知道吗？嗯，你说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谁跟你客气？别找了，第四排、那个、你唱不唱啊？怎么那么些毛病？我这等半天了。他在拍我，拍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拿一诺基亚，你说也是。你还挑手机是怎么着？有像素吗？还拍呢？嗨，谁拿诺基亚？你这不是。管那么些事儿干嘛？你看这还没电了，又来了，你有完没完啊？还带着充电器，好好好啊！小呀嘛小和尚，头光光，袈裟配身上，小木鱼儿敲个冰棒，念佛又呀嘛又烧西洋。忽然刮过一阵风，一股香味飘过墙，阿弥。陀佛是什么？贼啦啦啦的响！哎，你瞧，这还挺萌，唱完。为什么这么香？为什么这么香呢？因为这个和尚庙啊，啊，隔着一道墙，哦，就是尼姑庵。哎，这呵，打那边啊，不是他们怎么建的这个？和尚挨着尼姑，一道墙，就隔一墙，对，就离那么近，方便吗？啊，方便什么呀？巧合。巧合啊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这谈不到那么多，巧合巧合了。飘过来一股香味儿，哦，同时呢也飘过来一个小曲儿，哦，也有曲子，有叫什么呀？尼姑叹。这尼姑也有叹，对，怎么唱？为什么叫尼姑叹？是怎么叫尼姑叹？嗯，因为他的母亲啊就是尼姑、嗯，这就不像话。我爸爸是和尚，我妈是尼姑，啊啊，这怎么弄的？这是巧合吗？啊。巧不行，尼姑，是不是正经的尼姑？花尼姑，我爸花和尚，我妈花尼姑，
还挺俏皮。我妈谁会？我这要那么俏皮干嘛呀？不是正经尼姑叫什么话呀？跳墙尼姑。我们家都跳墙，急了是怎么着？这个就一道墙嘛，不是跳来跳去的吗？啊，这好嘛，跟没墙一样。这个不光你妈是跳墙尼姑啊，您的仨姨都是跳墙尼姑。好家伙，都傍着块儿跳，给他们姐四个送到尼姑庵里头。哦，尼姑庵里头有一位老尼姑，嗯，叫智缺法师。哎呀，都不全，反正智缺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姐四个，嗯，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，都叫你大姨叫慧聪。哦，二姨慧明，嗯，三姨慧广，嘿，你妈慧饼。哎，好嘛，我妈饿了是吗？慧饼要吃，不是慧饼吗？慧敏，慧敏。对了，你妈周慧敏。哎，这没有，那是什么老祖那是。慧敏，嗯，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，嗯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？你晃悠什么呀这？你猪尾巴吃多了？怎么了？你说话说呗。还有人爱看这个？每天就是扫扫地呀，哎呀，念念经啊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。得加钱了啊！每天就是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行了，行了。每天都干嘛呀？扫扫地呀，念念经。我累了，我累了。反正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。哦，啊，每天都干什么呀？扫扫地，天天闲着他母亲是五脊六兽的。哦，天天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嗯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来。哦，什么曲？尼姑叹。你唱唱。唱起来好听。嗯。尼姑坐在庙堂，四季花儿为谁开放？背地里埋怨我的亲娘，人家的儿女成双配对儿啊，可怜小奴懒梳妆，掐朵鲜花插头上啊，插也插不上啊，为什么插不上？为什么呀？你妈是个秃亮亮。哎，对，尼姑能往头发上插什么呀？按说呀，这两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到一起，没有机会。但是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。出什么事儿？这年四月，嗯，俩庙联合举办植树造林。这和尚尼姑确实是没什么事儿了。智障和智缺的主意啊。啊，这俩人好不了了。智障说了咱们要人吐山不吐。哦，可巧的是你父亲跟你母亲分到了一个组。嗯，哦，他们俩一块儿。你父亲刨坑。哎呦呦，这是刨坑吗？这个刨坑吗？这挖坑。你母亲扶树，俩人僵这儿别动了。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。哦，真的。嗯，俩人干的是热火朝天。什么干的热火朝天？干什么干热火朝天？怎么了？我问你干什么干热火朝天？植树啊。你以为呢？不是刨坑吗？不是扶树。废话，你就别要强调这些东西。哎呀，这个节目改群口了。好，干的是热火朝天。行啊行，往下说。这一天下来，他父亲对他母亲产生了好感。哦，有印象。这一次机会就够了吗？嗯，当然不够啊。没有。这年五月，嗯，俩庙联合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。这就是浪催的了。嗯，搭了一个大台子。哦，和尚方派的是您的父亲。啊，就他。尼姑方派的是您的母亲。肯定是。两个人手拉手走上台，要唱山歌。嗯，还唱山歌。好听。怎么唱？你母亲先唱。好。
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这是个问题。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牡丹花。回答了，你们很高兴是吗？什么毛病这是？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耳朵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耳朵上看，起名叫做玫瑰花。动作很高兴，那我来了。不会点别的。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。这没点功夫还真唱不了。是不是？当时你爸爸笑场了，你说这去。接着唱。你要死了是怎么的？我开心，我收徒。你收徒？你这说什么？刚才收完了。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大松花。松花蛋呢？你们爱听很高兴。还高兴呢？大松花是讨厌，听出来了，缺德，嘿，我们不跟你玩了。什么词儿啊？我们走啦。哎呦，哼，哟，哎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哎，你别雇佣了，你这往过。这腿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忘了告诉你了啊！上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崴了一下腿，怎么那么寸呢？都以为啊，你母亲生气了啊，其实没有。是吗？对你父亲产生了好感。我还好感。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嗯，两个人成功的私奔了，哎，跑了，下山了，还俗了。哦哦，不当和尚了，不当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结婚了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嗯，不到四个月，怎么样？他降生了。哎，四个月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快呀、啊？什么快呀、啊？猫三狗四，我四个月像话吗？三月，猫啊，七个月，别猜了。十月怀胎，你也十个月，你都十个月，是人全十个月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啊。简短截说，等他长到20岁的时候，哦，他也谈恋爱了。我到岁数，喜欢上隔壁杨家庄一个姑娘。哦，有，叫杨杂碎。哎，杨杂碎，我喜欢这人多山气呀、啊。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，不漂亮没有用，不叫杨杂碎，那叫杨阿翠。对，杨阿翠，杨阿翠干嘛呀？翠翠，对了，苏阿翠，又来了，不用拼音行不行？你跟杨姑娘搞对象这个事情被你们隔壁二傻子看见了。你瞧瞧，别人都没看见。二傻子给你们编了一个小曲儿，哟呵，叫杨家庄，怎么唱啊？唱起来好听啊！你来了，在城东有一个，那是杨家的庄啊，有一个老员外。他就本姓杨啊，一辈子无有儿，所生下一个女儿啊，这姑娘长得强，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，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父郎 啊， 啊，这一日闲下来无事，站在门旁啊，走过来小于谦俊俏的郎 啊， 啊，大眼珠子高鼻梁，闲来没事嚼冰糖，走上前来尊姑娘、嗯、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，流氓啊，这杨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行啊，低言巧语口尊相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，要相逢在三更，来趟我家中不中啊，我丈夫不在家，没听说咱们两个离根儿等啊，不像话，
我丈夫不在家像话，我爹妈不在家。爹妈不在家，对，约您三更天去，能不去吗？当然得去啊。二更天就去了，我早到点。到那儿一开门，两个人热情的拥抱，嘿，省略一万个字。哎嗨，这就不用说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杨姑娘送您的时候，依依不舍，恋恋不舍。那是。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一个小曲来。哦，这是送情郎。哦，刚才我徒弟唱了，啊、是不是？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步叫你愁啊，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儿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平杆上这个老天爷，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、啊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、哎、没听说小妹还送呢，哪儿啊，就桌子挡腿，他把词儿给忘了，你他临时炫编给编上来了，哦，炫编还对、这两个人呢也成功的结婚了、啊、就挺好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哎呵、啊、就这还收徒弟呢那怎么着，不到四个月、啊、他儿子降生了，又来了，我们这一窝一窝还真快，全四个月，十个月，多新鲜！等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啊，要回娘家串门子，哦，要搁一般的家庭，啊、哎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媳妇这腿也这样，跟我妈还鸳鸯着，娘俩，这叫无敌鸳鸯腿，就别提这，至于不至于？张啊，说两句就完了，哦，他们家非得唱，是啊，他还喊他媳妇呢，嗯，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干嘛呀，我这出来吧，媳妇儿啊，他媳妇出来了，哎、哦，嘴唱上了，怎么唱的？正月里是里儿啊，正月里初三四儿啊，单位里放年假啊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，转回身哪、啊、来，叫了一声他呀、嗯，你过来，我有点事儿啊，咱们两个人啊，抱着孩子啊，去串门儿啊，当天去，那么当天回儿啊，嗯、看。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，哎呀好，
于谦心中想 啊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没听说，算我拿点，我拿点什么东西啊？房子高大拔尖儿、啊，马粪来一斤、啊，马粪啊，一样来一斤，一个羊的来一斤儿 啊，转回身拿来，打开相思棍儿啊、哦，取出来这个心上印儿啊，裤子本是塑料底儿啊，塑料裤子呀，啊，毛料，裤子本是毛料底儿啊，枪毙那天穿过一会儿啊，枪毙干嘛？结婚那天，结婚那天穿过一会儿 啊，到今天穿上它还是那么合身儿啊，哎呀。二人往前走啊、嗯、来到了自家门 啊，七大姑八大姨啊迎出了人一群儿啊、哦、丈母娘接过孩子、嗯、亲了个嘴儿 啊，呸，这是亲嘴吗？这个这个孩子啊真有根啊，肥头大耳双眼皮儿 啊，不像他的舅爷，不像他的人啊、嗯、真像这个他的爹我王八羔子儿啊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刚才送我东西的这叫什么名字？送我一篮球裤子吗？哦，谢。咱俩现场穿上吧我怕露出篮球衣来我给你拿下去，嗯，拿下去，您先跟大伙聊会儿。好吧、啊、嗯，那我的你知道我们这孩子出身都是干什么的了吧就是勤俭，嗯嗯，这叫翻场啊！什么叫翻场？谢谢朋友们热情掌声、嗯、啊！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。对，于谦于老师，您老师相声说的多好啊！您捧我了，一直处于捧哏的状态吧？这不是状态，这是工作，处于捧哏的工作。对，就是傻了吧唧，就是你们这种。您这怎么说话呢？您认识人也不少吧？啊，干这么些年了，认识不少人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您看看我，啊，看我这个模样，嗯，我这个戳哥，嗯，我这个言谈举止，嗯，你看我像一个干什么的？你给我上来！什么眼神啊？就这模样能是卖鞋垫的？那我是哪儿？那我呀也别胡猜了。嗯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。对，我可以告诉您，嗯，我是一个戏子儿。哎，您是一个什么子儿？戏子儿啊？戏子儿是什么呀？就唱戏儿的。您这么瞧不起您自个儿这行当吗？我什么叫戏子儿啊？就戏曲工作者啊！您要这么说的话是对的。认识我吗，宝贝儿？不认识您，宝贝儿。嗯，俩宝贝儿啊，不认识我？不认识，真不认识我？嗯，我这么有名，你不认识我？您怎么有名了？我在京津上，你打听打听，都认识我呀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您在哪儿？京津上，京，北京，津，天津。上海呀，宝贝儿啊，那叫京津沪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之极了。京津沪，对，你甭管沪哪儿，知道吧？沪哪儿的？你甭管怎么个沪法啊，反正就是咱有名儿。哦，在京津沪一带您有名。当然了，不光是京津沪，哪都有名、啊、全国啊。嚯，我给你提个人吧。啊，您可以提个人你就知道了吧。嗯嗯，小智子啊。没有大痦子呀？谁叫大痦子呀？谁叫小智子呀？魁智子。
您这口气太大了。怎么了？魁智，于魁智啊啊！我知道这人，于魁智，他叫小智子啊啊！于魁智，您认识？我当然认识了。哦，我给于魁智蹬三轮，这多少年了？啊！你算，我就甭算了，甭算了，那有什么可露脸的？给人蹬三轮去？谁蹬三轮？你蹬三轮？不是啊，于魁智有一个毛病。哦，对，坐车的时候晕车。坐船的时候运船，嗯，坐飞机的时候运机，那就甭出门了，那就逮什么运什么。他只能蹬三轮上班。你这苦日子过惯了。我有一三轮啊。你？我们俩关系好着呢。你瞧瞧，我们俩关系好着呢。你会好好说话不会？就这样，我们戏班都这样，比你们臭说相声强多了。啊，我们还真跟您比不了。那当然了。哦，他蹬我那三轮。是是，我跟他同行，我也唱戏的，京剧、京戏、国粹、国粹呀、啊，这粹就够狠的了，再粹一下，你这国粹哦，国粹唱京戏的。唱京剧，对呀，唱京剧的。好好好，北京有一个科班，科班，这个嘴还唱京戏呢。科班，傅连城，那是老戏班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啊、一共七科。对，喜连富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。您这十科了，您这个是十科，反正你手指不闲 啊，多新鲜呢。十科啊，半到七科就没往下办。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就到庆字，对，就到这儿、嗯、就没往下办。对，其实啊，转入地下了。这玩意儿还能转入地下？潜伏啊，这也潜伏？当然了。嗯，后来又续了七科。哦，有名字呀？都怎么叫？都有字啊。嗯，七科啊。嗯，一场不看都难受。七科怎么那么水呀、啊？这个一场不看都难受啊。您算哪科？步子科。哦，您怎么称呼？步群。没敢请教您贵姓。岳。岳步群呐。害怕了吧？我知道你要干嘛，我就害怕了。我觉得你哪儿我就害怕了。你应该害怕。我听这名熟。岳步群就是我。哦，唱戏好多年了，我问您，嗯，我问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嗯，您现在刮胡子是不是用吉列风速三？是，对，我不用了。给您道喜吧，嗯，你也不用了吧？你才不用了呢，我一直用着呢，您省挑费了啊。嗯，不用了。您不用了？当然了。好啊，之前我唱什么都行。哦，之前老生。老生行啊，后来就是青衣。那是入了傅连城以后、啊、对、嗯、对，咱唱得好极了。嗯，经常唱啊。嗯，唱好些年了，七十多年了。我，你先等会儿吧。你唱七十多年戏了？对啊。您今年高寿？七十三呢。您七十三了，哎呀，看着还真不像。哎，不像吗？像八十四的。谁八十四的？您七十三，七十三岁高龄。哦，老艺术家。嚯、哦，身体健康吗？啊，健康管什么？我每天我，你懂的。哎，我懂什么？我懂。强弩，每天我都强弩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嘿，我唱戏都好多年了，七十多年了。好，就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，嗯，偶尔嘿，嗯，偶尔还瞧不起我们呢，知道吗？我们怎么偶尔瞧不起人来了？经常瞧不起我，怎么回事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觉得。那个在门类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我经常啊上你们后台来。好、哦，你们后台有一个演员把我气坏了。谁呀、啊？就那小黑胖子。小黑胖子啊，恨疯了我了。是吗？啊，小黑胖子谁呀、啊？郭仔。郭仔呀、啊，有白肉没有这里头？
谁？你就挺白的。我这郭仔，刚子，明白明白明白，恨疯了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就那人臭不要脸呢。算了算了，人都有一怕，就是他，是吗？那天在后台，他在那坐着呢，我来了，嗯、他都不拿正眼瞧我，是吗？都这样，哎呦，来了，人家倒霉模样，你看看，哦，我来了，哦，干嘛呀？听说你唱戏的呀？嗯，哪天给我们唱一个呀？给我们听听啊？哎呀，我哎呀，我这个心都怎么了？这是我想，我都想怼他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，不是人，这也是好话。哪天您是唱戏的，哪天的合作一出，不挺好吗？谁跟他合作？我自己唱一个。好，我冲他这句话，我自己唱一回。您较这个劲干嘛？就跟他较劲。北京有一个保利剧院，有没有？那是大剧场了，真有吗？有。啊？不是您怎么这干嘛含糊了？是怎么？就是那儿。啊，我找他们经理、哦、经理你好，嗯，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哦，我是一个唱戏的，我叫岳不群。经理一听吓坏了，哦，哎呦，这位老师，嗯，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他叫我叫二中，二中，对，我复姓令狐，令狐二冲啊，二中嘛，哦，那你们俩谁吓坏了？这是他吓坏了，哦，他吓。师傅您好啊，您好啊，我叫二中，我令狐、哦、那个您要在这儿唱戏吗？嗯，您唱几天？两天。哦，礼拜五礼拜六唱两天。好啊，定好了啊。嗯，我走了，约了，我家去了。家去了？我回家了。哦，您那个语言、嗯、我回家了。哦，刚到家手机响了。谁来的？二中令狐。哎，对、哦、我一瞧手机响，有铃声啊。是铃声好听着呢。您铃声啊？谁啊？我给你来一个。什么味儿？我唱一个啊。铃声，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等到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爱我所爱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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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长身了，你姐夫。行了行了行了。您这歌叫什么？一剪梅呀、啊、用的还是剪子、嗯、我用的什么你管着吗？一剪梅，我二中来电话，这得接啊，接呀、啊，这个二中、嗯，干嘛呀、啊？师、嗯、傅，我跟您说个事儿啊，嗯，这礼拜六、礼拜五您别演了，怎么了？小鱼子要在这儿演了，哎呀，小鱼子，小鱼子要在这儿演，就不让我演了，哎呀，我这个心都噔噔噔噔，你怎么死不死啊你？干嘛这拦也拦不住？小鱼子又是谁呀、啊？佩瑜，王佩瑜啊。要在那儿演啊，这可好了，人大角儿。谁大角儿？王佩瑜。呦呦呦呦呦呦，还大角儿呢还啊？王佩瑜，我跟他一起摸爬滚打多少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王佩瑜是个女同志啊，她唱老生，她唱男的啊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我是个，就对吧？无所谓吧，对吧？还没定性呢，您这个，啊，反正我跟他唱戏好些年了，现在王佩瑜要在那儿唱戏就不让我唱了。对呀、啊，啊啊，我换个地方不行吗？啊，别的地方可以唱，我换一个地方。啊，你就甭置气了。北京有一个长安大戏院，有没有？啊，也是大剧场，有，又有啊啊！你含糊什么呀？行，我就在那儿唱。长安，长安大戏院可以。找他们经理。好，经理，嗯，我要在这儿唱戏。行。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，嗯，我回家了。好，我跟你说好了，我回家我写海报去。你这你自己写海报？您这么大角啊，自己怎么写？自己有创意呀，宝贝儿。你们这行的这称呼我实在习惯不了。
有创意呀、啊！怎么写？您告诉我什么词儿？听着，哎，啊，亲爱的，嗯，敬爱的，嗯，戏迷的朋友们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戏迷的朋友们，这什么词儿？哦，对的，对的，戏、啊、迷朋友们，哎，注意了，您说吧，著名的，嗯，京剧的，嗯，大个表演艺术家，还大个的。大个显得阔气嘛？啊，那也是装的。啊、你才装大个呢。嗯。表演艺术家。嗯。要在这儿唱戏。这儿。哎呀。你还别说啊，这哼我还不会写。这里哪有哼啊？你。我就写一拼音，哼哼。哎呀，幸亏您会拼音。哎，要在这儿。唱戏，哎，呵儿呵儿，嗯，岳不群的戏，嗯，那真是好极了，真够水的，特别的好。岳不群，嗯，打小唱戏，哦，现已成精，哎啊，现已成仙，哎不对，现已成名，哦，成名，他唱戏已经 N 多年了，自个儿都不知道多少年了，他唱戏。唱过无数次，啊，真是好极了，也是没得捧了。对，底下有我的生平，这还有您生平呢，您还有生平呢？有啊，难得难得。对，岳不群哦，生于一九几几年？嗯，至。后台今儿几号了？算了算了，迷了迷了、啊、什么迷了迷了，就不写了，把它迷了就空着啊，对对对，空着、啊、随便填，哎哎，看观众解气的程度了、嗯、随便填，嗯，无所谓无所谓，嗯，活到现在的他怕什么呀？对，别忘了，嗯，他的戏，嗯，好极了，还没完呢。他要在这儿唱戏，嗯，五六天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五六天？你等会儿，就，哎，五六天是什么意思？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？那叫五六日，我讨厌那个字儿。我把您这忌讳给忘了。五六天哦哦，哎，括号、嗯、啊三天，还啊三天干嘛呀？啊三天就完了，你不懂啊啊，就稍微有点疼痛感。哦，您这倒是没忘了当初的苦。还有另外一层寓意，怎么意思？啊三天怎么意思？海报往这一贴，嗯，有一个人往这一站，哦、他往这一看，他肯定得念出来，念海报，念到这儿啊，三天，什么意思？旁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，嗯嗯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三天啊？把自行车往这一支，走过去一瞧、嗯，啊，三天，他也念。旁边有一个买菜的大娘一听，嗯嗯，什么玩意儿三天？哦，走过去一瞧，啊，三天，这就仨观众了。您就靠着这啊啊的上观众啊？合着您这岳不群就叫不来人是吗？谁说的啊？谁说？这不是广告吗？哦啊，三天好，底下有三出戏码，特别的生硬。什么叫生硬啊？三出戏码什么叫生硬？就特别硬啊！啊，都是好戏啊，特别硬啊。那个，你干嘛叫人呢？是怎么着？你这什么都不懂？不是，那不叫生硬。对，什么戏？啊啊。还最底下有定价，你知道吗？我没问你价钱。三天戏码特别硬，什么戏呀？你有必要知道吗？您不是唱的戏，跟我这聊天聊到这儿了吗？我跟你聊了吗？那你这放屁呢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这半天了，什么叫跟我聊了没有？息怒，早说呀。你别逗我啊！还有话，你好好跟我说话成不成啊？好好啊！我问你啊，三天？这没问这啊，三天啊？问你三天什么戏？三出戏啊？对，头一出啊，武家皮。
你喝酒呢是怎么的？五家皮，谁喝酒呢？那五家皮干嘛？那叫五家坡。对，五家坡啊。哎，这是头一出，第二天二出，嗯，色狼探母，色狼探母啊。哎嘿嘿，岳、啊、岳先生，色狼探母，四个色狼。这老太太要悬，嗯。四个色狼，四狼，杨四狼，这不是就完了？杨艳辉，哎，四狼探母，就叫探母，哎，嗯，底下呢有定价，不问定价，还没说完呢。第三天呢，忘却了啊，这不像话呀！您唱的戏怎么会忘却了呢？忘了怎么着吧？倒是不怎么着，你想想啊，你我就能想起一个字儿，什么字儿？什么探儿？什么几个字儿？慎重啊，今儿直播。所以说我忘却了吗？我给您提个醒行吗？啊，连环套。对，连环套。连环套。这地方走大字眼儿，知道吗？连环套。对，连环套。对，你在吓着我。废话，连环套，你谁吓你？吓着我了。三出戏啊，底下有定价啊。您再说说定价啊。您说啊。哎，我去佩云那打听打听怎么样啊？您可以摸摸底，打听打听，打听回来了，什么那最高啊？380。嚯，哟哟哟，380。嗯，人家跟我说，人家380，你看您还定价吗？嗯。干嘛吓成这样啊？倒霉模样还定价吗？真是要您说啊，我定多少？怎么也得定啊！依我的意思 啊，您呢？10块钱。哎，给点瓜子茶叶花生啊，还弄点白糖搁茶里头，找一足疗一边捏着脚。哎，兴许有人来。足疗，嗯，茶叶，对，白糖，嗯。我在台上唱戏啊啊不，后边啊您放着阿凡达。我怎么跟你沟通？用不着了吧？什么阿凡达？嗯、啊，什么十块钱？我就值十块钱吗？阿凡达值十。嘿，不论前后排，朋友们，一律1000块。您订1000块钱一张票。对了，哦，不论前后排，一律1000块。哦，远近都1000。对呀、啊，海报贴出去，嗯，广告打出去，嗯，各大电视台、各大广播电台，嗯，各大网站，嗯，马路边上，嚯、哦，全都是我的广告。你嚷什么呀你？啊，三天。就写这个？当然了，嗯，全都来了，哦，全中国、全世界的戏迷朋友全都上北京来了，嚯、哦，还全世界？当然了，你都哪儿的？我跟你说，嗯，先说中国的吧，嗯，石家庄省知道吗？没听说过，石家庄省啊？什么？石家庄市？石家庄市啊，戏迷朋友特别多，对呀、啊，听说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，是疯了都。怎么就疯了？都疯了癫了，知道吗？干嘛了？人家都上北京来了。哦，怎么来？知道吗？怎么着？走着来，打石家庄走着来啊！这不胡说八道，那得多长时间？坐汽车呀、啊？汽车坐不上。火车坐不上。飞机没有了。怎么那么挤呀、啊？这个都上北京来了，只能走着来了，全都堵了。哎呦，武汉。啊，戏迷朋友也多呀，那是戏窝子，都上北京来了啊。火车站人头攒动啊，嚯、哦，人太多了啊。火车站站长吓坏了，哎呦，怎么这么些人呢？啊，都干嘛去啊？打打听，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嘿，站长疯了，站长也疯了，我也去。啊，三天，哪儿就三天呢？好家伙，火车坐不了那么些人呢。那是一列火车，24节。哦，现在48节。翻一倍，当然了，那拉不动，后边那一火车头推呀、啊，俩火车头啊，那再单开一列不就完了吗？
行吗？多新鲜呢。行，这就是俩班次啊。对对对对，反正都上北京来了啊。这是火车站，飞机场人人也多呀。啊，那那儿也人多，飞机场人太多了。哦，飞机场厂长吓坏了。哪儿？嗨，怎么这么些人呢？别说了，飞机场厂长啊啊，没听说过。那一个飞长飞机那机长，机长啊，机长吓坏了。嗯，怎么这么些人？他干嘛去呀？嗯，都上北京听我岳不群唱戏。哎呀，飞机场这那机长疯了，机长啊，疯了，全疯了。我也去。这几位也是没见过人妖。嗯。都来了，那是人太多了。嗯，飞机上坐不了那么些人呐。那肯定，怎么办？嗯，飞一个低了一个。哎，您说是人也是飞机呀、啊？飞机呀、啊，飞机飞一个，再低了一飞机啊，俩啊，那低了的动吗？低了的动。哦，省油省航线，省得在空中怼。我都没听说过在空中怼。啊，省在空中怼上了。哦，就撞了嘛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省油省航线。哦，这么说跟这么跟你说吧。嗯，哎呀，跟你说不明白。你说的明白。武汉哪？嗯，三天空了，没人了啊。武汉啊，这么大武汉空了啊，都上北京来了。嚯，这是武汉。上海啊，戏迷朋友也多呀。嗯，火车坐不上，是飞机坐不上，肯定的。搭轮船呢？啊，搭轮船啊。大轮船，对对啊，大轮船，这还大轮船，大轮船啊，坐不上，人太多呀，轮船也满了。当然了，啊，自制小木船，这怎么自制？小的孙悟空啊，怎么了？自制小木船，竹筏子，孙悟空坐那个啊，奔着东胜神州去那个，对对，哦，一家人坐上竹筏子往北京划呀。滑就滑吧，你这姿势干嘛呀？滑嘛不得，边滑还边嚷嚷呢。啊啊！这嚷嚷的是什么？谁知道？高兴啊！啊，三天回荡在雨斗中啊，雨斗中啊！啊，人太多了，啊、自制小木船坐不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木盆。那干嘛？往水里一放，蹦到大木盆里头，弄俩擀面棍，唰！瞧这个忙叨劲儿的，边滑还边嚷嚷啊啊啊！三天，哎，谢谢，哎，我也爱你，谢谢。那男的跟着起什么哄？谢谢。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。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。是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口吐莲花。对，一段传统的相声。嗯，实话实说啊，啊，这个相声我也会啊。哎，喂喂，这我不会，是我那里头没有苍井空啊。这行了，这打也受不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传统的节目口吐莲花。嗯，实话实说，别看这个我们行话管叫打哏，是这样节目呢并不好演。是，看这个捧哏的认不认啊。二位呢说的不错，挺好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嗯，这场呢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。嗯，先做一个介绍。嗯，我叫岳云鹏，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。客气了，沉痛的隆重的沉动隆重隆重，您说清楚。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，嗯，于谦啊，是我，于老师。客气。很多朋友比较纳闷，嗯，说我的搭档应该是孙越。对呀。今天孙老师干什么去了呢？嗯，我给大伙解释一下。哦，孙老师的媳妇儿生孩子了，真的。他还能生孩子呢？不是不是，他这个岁数，是是是是，真的啊。你嗨，这事儿其实有蹊跷，这个啊。什么的呢？不是，孙老师的媳妇儿给孙老师生了一个弟弟。我说没他什么事儿吧？没听说过，别瞎说。咱就不提了，好吗？不提可以、啊哎，反正正在家哭呢。啊，这个还是生一弟弟。反正有事儿，今天来不了。就说有事儿、临时我们两个人搭档跟您说一段。哎，其实呢，我非常的喜欢跟于老师在一起说相声。我们挺好的，捧哏巨匠。不敢当。你看啊，嗯，很多这个逗哏的相声演员，嗯，大伙儿耳熟能详，是都能记得住。嗯，你看我师爷啊，侯耀文，
侯先生，大伙记得住。对，哎，他那个捧哏的叫什么来？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怎么没有提起？不，没听说过。报名的时候就一块儿出来，侯月文、石富宽，叫什么？石富宽，石富，对，哦，他叫石富宽呐。你以为呢？我没有以为，我不知道，根本就怎么能不知道这俩搭档啊？哎，搭档啊，你看很少有人记得啊。马三立是大伙都知道吧？嗯，这个相声泰斗，那是也说过很多这个对口相声。是啊，捧哏的大伙很少有人知道啊。那经常换，经常换。对，年轻的时候跟这个赵佩茹，对了，是不是大家呀？后来岁数大了以后跟这个叫王凤山，是在一起说相声。对，捧哏的很少有人知道。嗯，但是于老师、郭德纲、于谦，嗯，顺嘴就说出来了啊。大伙儿捧捧哏巨匠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人也非常的谦虚。哦，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，是这家里有钱呢。啊，他不指着这个，真的，嗯，富六代，各位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再等会儿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听说富二代，我怎么富六代啊？就是富六代吗？那我还倒得上根儿去吗？我这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啊，富贵无三辈，对，清官不到头，是就三辈儿，一般呢就富到三辈啊，到了第三辈人就挥霍，就不在乎钱了，就完了，就败家了。哎，到他这儿啊，依然不败家，你看多奇怪啊！什么叫多奇怪呀、啊？不败家，这我们都不败家就完了，富了六代，这还富着呢。哎，对了、啊，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。我爸爸，哎，郭老爷子，就那个老头 你先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嘿嘿，特别棒，嘿，行，别棒了，别捧了，你呀、啊，跟你师傅学点好，行吗？我怎么净赶上你们这样的了？我爸爸会姓郭，还姓郭，你瞧们，怎么还郭老爷子呀？我哎呀啊，我是不是说错了？甭考虑了，就是说错了。姓什么？也得姓于。姓于啊？巧合啊？不是，不是巧合。子承父姓。行，于老爷子，嗯，有钱，嗯，在通县，北京的通县啊，郊区有一个外号叫大菜猪啊，猪，大菜猪，大菜猪啊，有钱。那叫什么外号？大菜猪有钱。我没听说过，有钱的不叫菜猪，那叫财主。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？你这对不起，哎呀，我啊，最近我回了趟老家，这个嘴有问题了，可能是啊。你别说地方话，财主，哎，这么说你爸爸财主？你爸爸刚争啊，是怎么着？什么叫财主啊？财主吗？别咬言杂字的，就是个大财主，大财主啊，有钱，嗯，人家那个房子啊，啊，值得一提。那有什么可说的？就那个院子，嗯，占地，嗯，960万平方公里。哎，吓人不吓人？哎，太吓人了！这就咱这些人全住人家里。哎，对，这国家都是我的了，是吗？赶紧把房产证啊，啊，撕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太大了，太大了哈，过了。这么说啊，啊，院子当中，嗯，两趟高速公路，光我们家院子就有两趟高速啊。好家伙，自己办 ETC 啊，自己跟自己还刷哪跟哪？有用。有什么用啊？有用，两趟高速公路、啊、哦，其中有一趟叫做富宝高速、嗯、富宝高速从哪儿到哪儿啊？就是你父亲到保姆那屋。哎嗨，你先等等、嗯、你先等一会儿吧。我爸爸这是走惯了腿儿了是怎么？他上保姆那儿老这么修趟高速干嘛？要不办 ETC 吗？我爸爸这洗钱来了，跟给保姆洗钱了，跟着啊，哦，给他刷呢。还有一趟叫妈厨高速，妈厨就是你妈到厨子那屋有。哎，这好，他们老两口愣没有路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父母高速不像话啊，那这才不像话呢，就是有钱。嗯，还有人家那个马桶啊，值得一提，这又有什么说呢？纯金打造，嚯，48K金呐，48K金。比4K 还要好一倍，48K 啊，纯纯的纯金，哦，48K金呢，啊，拉屎看不出来啊，你多吃点血豆腐，你这特别黄，特别黄啊，我们也吃金子拉金子，马
桶圈，各位，马桶圈啊，镶钻石，马桶圈都钻石，尖朝上啊，血淋淋的马桶，哎呦，哎呀，太残忍了，这个就是有钱。哎呀，太残忍了，就是了不起啊！他父亲人长得也精神啊，那是漂亮，人高马大。对，他不随他父亲啊，嗯，他随街坊。哎，去，这个人呢？等会儿，要是随了街坊就别说了，人有随街坊的吗？啊，生什么气呀？我不随父亲，我随街坊，随你母亲呢？这就对了呀，你母亲叫街坊啊，这是人名字吗？这个王街坊啊。还王街坊，小名叫邻居啊。哎呀，这我姥姥姥爷太不会起名字了。这王街坊啊，啊，他父亲年轻的时候 啊，有钱就喜欢挥霍，有钱就造呗，造，嗯，去那个城里头玩，哦，去吃饭，好家伙，吃饭，去吃饭，去吃饭啊，大饭大饭馆，咋这么别扭着？大饭馆啊。去那个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，各位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个一般人吃不起 啊。是啊，去那儿禽类就都能吃着了，是吗？啊？什么叫禽类啊？去烤全聚德烤鸡店吃烧鹅，这像话吗？还有鸽子呢？啊，这嗨，一个正经的都没有了。什么什么？全聚德烤鸭店。全聚德烤鸭店。嗯、对，往那一坐。喊服务员跟咱老百姓都不一样，那有什么区别？老百姓往那一坐，服务员过来，我点下菜，这很正常，都这样、嗯、他父亲不一样，他呢有粪啊，他吃的是这个吗？嗯，有粪干嘛？有派头。哎，你说这个，服务员，嚯，过来，快点，哎呦，快点，嗯，自杀了啊。哎呀，气性太大了吧，这个有脾气啊，有脾气自杀呀，把服务员吓坏了啊。哎呦，先生啊，这别，这给您刀，哎，刀非死那儿不可，死着就完了，没听说过。废话啊，点菜。哎，先生，这是我们菜单，这看看，你可以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看一看，随便点一点。贫不贫的这服务员都有什么呀？啊，就看呗、啊。我们这是一个大饭馆，是什么都有哦，特别的齐全。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。碎嘴子那位，大饭馆对，什么都有哈。是是是，好嘞。啊，蒸一个骆驼。哎啊，蒸骆驼不要切啊，生蒸好吗？嘿嘿，没那么大锅。嗯、先生，我们这儿不行，这太大了，这点不了、啊。你不说什么都有吗？我还较劲，废什么话呀？跟我这儿啊，这不能赖我，那这怨您。怎么呢？有这要这个骆驼的吗？还蒸一个？就是不合适。嗯啊，再说了，您是大老板，我们是服务员，您跟我们较什么劲呢？说的对，我们也不容易。你看，领班、经理都看着我呢。嗯，我不给您伺候好了，我们不合适，是不是？真会说，真是有您这样的不要脸吗？是不是？哎啊，这骂上了，谁不要脸啊？你说我不要脸？这得急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嗨，行了行了，这别跟人对付了，这真不要脸是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哪儿就跟这儿开玩笑啊？点吧，啊啊，骆驼没有哈？没有，来一个松花蛋。哎，好，啊嗯，齐了。哎，齐，这天上一脚，地上一脚，要骆驼变松花蛋了。不大会儿功夫，松花蛋上来了，吃吧。哎，吃完了松花蛋，啊，把姜汁一扔，哎，走了。把什么一扔？姜汁啊，姜汁还惦记喝了，你不扔是？没要，没有打包啊、哎？那打什么包啊？走了啊，回去还有螃蟹是怎么着？玩去了啊？去那个歌厅舞厅歌舞厅，这说半天是一个地方。在歌舞厅认识他的母亲，怎么在那儿认识的？这怎么了？在那儿，我妈干嘛在那儿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怎么叫正常？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呀、啊？那倒是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歌舞厅叫富贵人家啊，那儿的小姐似的。你想好了再说成吗？啊，那儿的富贵人家那歌厅的小姐啊？哎呀，不是吗？啊，不是、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有钱人家的姑娘，这就对了，也上那儿玩去了啊，在那儿两个人认识了，碰上的，跳上舞了，哦，还跳舞呢，哎，边跳舞边聊天，嗯，哎呀，姑娘，嗯，您这个腰真细啊，嘿，脖子，哎啊，
往下捋一捋吧。姑娘太矮了，这个真可爱啊。走回家跟哥哥结婚。什么叫结婚呢？领家结婚去了。好，俩流氓这是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亏得你想。按说呀、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。是。其实不然。不美满吗？再幸福再美满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有什么事情伤心？他父亲啊没有儿子。对。你先等。您说。别说了。这事你搁谁心里谁。不行，谁不别扭。就别说了。你别扭，我比你别扭，知道吗？你还别扭啊？我爸爸没儿子啊，那我打哪儿来的呀？啊？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谁看你？我的天哪！什么？差点破案呢！快去！没有你什么事这里头，我就问你这事儿。我爸爸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看你老看我，我问你呢，我不看你。啥？邻居帮忙？这谁说的？他说的邻居帮忙。别，咱厚道点行不行？咱把这事儿弄清楚了，您说的不对。哎呀，不对啊！啊，我昨天晚上想这事儿来的，怎么？你啊，街坊？不对，街坊是他妈，街坊去。我明白了，就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，这不是都废话吗？怎么叫废话呢？没有儿子之前可不是没儿子吗？他们家呀，人少、特别是你这辈人少，哦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是你父亲多，你父亲多，你父亲有多的吗？就一个。你父亲这辈人多，你把他说清楚了。咱算一算啊，啊，捋一捋，是，你有一个大爷。对，有，你看啊，嗯，你大爷，嗯，是吧，嗯，你大爷，你这说话带骂街的可不成？骂街，看谁骂街呀？你先说的，说一个就完了。你大爷啊啊，你还有一个三叔，对，你还有一个二大爷，嗯、你看老哥仨到他这儿就他自己，这叫什么呀？千顷地一棵苗啊，各位。你等会儿，不容易，没算清楚，我有一大爷。啊，我还有一三叔啊，我还有一二大爷啊，我爸爸呢？这老哥仨里没我爸爸呀？这个怎么丢了呢？怎么？什么叫丢了呀？你没给算进去呀？这个不能，老哥仨嘛，老哥仨，我爸爸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？不是这在这儿找什么呀？废话，你算，我跟你说相声，我都累得慌。这个对我们家都累得慌。你有一大爷，是啊，你还有一三叔，是有，你有二大爷，那就不叫二大爷，那就是我爸爸。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，那你管你妈叫三婶吗？去，没有，你给我都弄乱了。别人管他叫二大爷，他行二。哦、对，我记得你父亲行二啊，你父亲二嘛，对不对？啊、你爸爸才二呢。你看 你大爷，没儿没女，是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三叔不孕不育，哎，我三叔顶多不育，知道吗？那谁不孕呢？啊，你大娘，这都挨着吗？这都，我记得你大娘，别提大娘去过新兴医院，知道吗？后来去那个前海医院，人给退回来了。你倒都知道是吗？前海医院治前列腺，你大娘没有？废话，前海医院就治前列腺啊，我大娘能有前列腺吗？就是啊。别胡说，别说这，就说没儿没女就完了。没儿没女啊，反正到他这儿就他自己啊，千顷地一棵苗。是。没他之前，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。没人了。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。啊。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嗯，您瞧我爸爸看这书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。怎么？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。哦，换一本插图版的。哎，这就只能看画了。嗯、看人家西门大官人，怎么了？是一个淫棍。嗨，他也有后代子孙。是，看我。于叉叉，哎，于叉叉，某某啊，某某说某某，看我于某某啊，
我也是一个淫棍呢。谁说的？有这么说自个儿的吗？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啊，哪怕来个姑娘啊，也是。你最次，嗯，来个京巴啊，啊，狗啊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啊，说着话，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叉哭了，哭叉是哭了，哭叉这是拉了，知道吗？哭有哭叉哭叉的吗？哗，哭了啊，尿了，滋啊，滋的挺远。反正哭了，哭了没声，吧嗒吧嗒掉眼泪，这可以，吧嗒吧嗒掉眼泪了啊！你父亲这正尿，这正哭着呢，还是尿着呢，哭着呢。嗯，小丫鬟从这儿路过啊，扒窗户一瞧，嗯，哟哟，这了不死怎么了？这是哎，什么话这叫？丫鬟有这么说话的？内心活动啊，别说出来。这老员外怎么了？这是嗯、啊，怎么还尿？怎么还哭上了？啊、非是尿的是怎么着？不行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。还内宅，你知道吗？小丫鬟一溜小跑，嗯。这个忙叨劲儿嘞，来到了内宅啊，扒窗户一瞧，嗯，他母亲也在那儿伤心难过呢，他也难过，手里拿着一本儿。他们怎么知道？哎，谁真拿着呢？看的是一本书是吗？《金瓶梅》啊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哟，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换了一本插图版的，换了一张盘下来看视频了。好家伙，哪都不过瘾，干。看人家潘金莲啊，是一个荡妇，嗯，他也有后代子孙，他有吗？我哪知道啊？没有，你说他干嘛？看我某某王街坊，差点忘了，现编的王街坊。嗯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嗯，哪怕来个姑娘啊，是最次。来个京巴儿，也得来个吉娃娃呀！哎，好，越要越小这个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啊，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叉滑。嗯，他们没蹲在一块儿吧？吧嗒吧嗒掉眼泪了。是，你母亲正哭着呢。啊，小丫鬟赶紧过来了。哦，哎呦，我夫人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哭呢？嗯，后院书房，老爷也在那儿哭呢。哎呦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。嗯，咋？干嘛要唱啊？是怎么喊上四个丫鬟啊？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。哎，好嘛，冒着烟就去了。这几位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怎么还扛着呀？没腿。哎，没腿。等会儿吧，我妈哭哧啊，是怎么着？扛着过去。我说你妈是哭哧了吗？那怎么就没腿啊？有一条真腿啊，来到了后院。还一条假腿是吗？不是，前面那俩是真的啊，后边俩假的。我妈四条腿啊。不是啊，后边那俩有可能也是真的啊，全是真的都不像话啊。人有四条腿的吗？几条腿？两条腿都是真的。两条真腿啊，两条假腿。不是，搀着你母亲啊来到了后院书房。对，进去一瞧，你父亲正挠墙呢。啊，干嘛？狗啊是怎么着？难过呀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？苍天哪。哎呀，难过呢。嗯，你母亲赶紧过去。哦，得劝劝呢。是得劝。我说老员外，嗯，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你瞧，我说鹌鹑呐，嗯，鹌鹑呐，等会儿吧，鹌鹑干嘛要掐架呀？是鹌鹑，鹌鹑，鹌鹑。我说鹌鹑呐，嗯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存款呢是怎么着？我妈是打银行里取出来的是怎么着？不是取过门来，我把你取过门来多少年了啊？四百余年了吧。好家伙，老妖精，十四五年了吧。这就对了。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？嗯、哦，没有。嚯、哦，养下一女了否？嗯，否。哎嗨，就别这么美了。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啊？啊啊，赖我吗？赖你们老孙家。你们老于家，哎呀，你们缺德不要脸，我去你的吧！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你等会儿吧。老孙家，干嘛？我们家卖泡馍的是怎么着？这还老孙家什么事呢？哪儿的事情这？不是在你？不是谁说要退票？说老孙家习惯了。不是，那也不退票啊，
再有一说哪都没关系啊！啊，这不像话，在这儿干嘛俩人站山头上这说话，干嘛还给踹山下去了？是怎么？不是不是啊！你父亲一着急呀，蹦桌子上了，上桌子了。你母亲一生气躺地上了，这什么毛病？这是，其实光打架还是没有用的啊。但是夫妻没有隔夜的仇，对。转过天来两个人一商量要去高山求子，好，就这么一宿就过来了。就是去拴娃娃，是跟大伙儿讲解一下啊，什么是拴娃娃。哎呦嗨，拴娃娃呀、啊、旧社会的一封建迷信。没错，哎，比如说这小两口没孩子，嗯，哎，就迷信说啊，到庙里头，到娘娘庙拿一根红绳拴个泥娃娃回来，仿佛就给带子回来了。对了，这都是迷信，回来就怀孕了。对呀、啊、这是封建迷信。是他母亲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，是去过峨眉山，去过，去过五台山，为我，去过普陀山，为我，去过花果山，哎，为猴，那是为什么猴啊？花果山干嘛呀？京西妙峰山。对，京西妙峰山是4月28的庙会。对，他母亲3月底就开始捯饬，干嘛那么早啊？为了抢烧头一炷香，哎呦，虔诚。由打苏杭二州运过来的绫罗绸缎，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。好，家奴院工站好了，摆成一排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啊。他母亲开始挑，这挑衣服，嗯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红色我喜欢。夫人是这件吗？是的。还没长个呢，这位。怎么还这么矮呀、啊？平视，平视啊，平视。这个好，我喜欢穿这个红色。啊、哼，啊，这儿脱呀！等会儿换衣服，这儿当着人就家奴员工。你母亲也说了啊，家奴员工都转过去，这就行了，都转过去。哎，我上头了换去。哎，非追着是，非追着让人瞧是吗？上屋里换去，就得屋里头。上屋里换好了衣服啊，开始洗脚。哦，过去的女人呢，都裹脚，是把这个缠足布卸下来啊，洗脚，洗，洗完了脚以后水都黑了，怎么那么脏啊？再洗脸。哎，没听说过，干嘛脸白染染是怎么着、啊、先洗脸，先洗脸再洗脚，这就对了，然后漱口。哎，这嗨，全乱了您这个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嗯，梳洗大便完毕以后，大便完毕啊，说的还挺细致。梳洗打扮完毕以后，哎，准备出门。嗯，门口啊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。大马车，什么叫大马车知道吗？您说。前面一大马，后边一车、嗯、哎，全是废话，全是废话。关键上面有一棚子呀，那叫大二车。大二车，对，车夫一撩帘，他母亲过来了、嗯、啊，他母亲准备练一练。还练一练？小时候练过武术。哦，有身手。哎，他母亲电不灵腰，噌，哎，上去了。好，走吧，走。不到3分钟啊，又回来了。怎么回来了？他母亲窜过了。窜过了，是人没在车上，从那边出去了，没掉车上，合着啊啊，再来一回，再窜，嗯，噌噌都没掉上。简短截说啊，4个钟头过去了。嚯，他母亲一失身上去了，一失身上去。那一失手掉车上了，掉车上了。好，失手掉车上了、哎、走吧。啊，不到10分钟、嗯、到了京西妙峰山上，穿4个钟头，10分钟就走到了，有这功夫溜达过去了，都那窜都窜过去了，没有身份啊。啊，非这么窜才有身份呢。哎，对了啊，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啊，依着他母亲的意思要拜山。拜山是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显着虔诚，特别的虔诚啊。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，拦着。您琢磨呀，嗯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人得成什么模样呢？真是，小丫鬟是他母亲的贴身丫鬟啊，这关系好。什么叫贴身丫鬟呢？嗯，就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嗯，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，贴身的，一个被窝睡觉。对，小丫鬟说了，说什么呀？夫人呐，夫人，咱找一个二人。这是小丫鬟吗？这个，这就是我爸爸这个。不是啊，他嗓门稍微有点粗，再细一点吧，再细点啊。夫人呐、啊，夫人、嗯，咱找一个二人台怎么样啊？二人台，抬到山顶上，你说呢？还捋胡子呢是吗？这捋胡子这声就小辫儿啊，小辫儿这么捋啊？这没听着小辫这么捋啊，捋小辫儿。哎哎，找了一个二人台啊，又叫滑杆，是抬到山顶上。嗯，到了山顶上，依着他父亲的意思啊，敬山。什么叫敬山呢？闲杂人等全都闪开、哦、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。这可太厉害了，光有钱还不行啊，还得有势力。对，大伙儿得听他的呀，啊，得服管呢。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，说什么？闲人闪开。
哎，我要净身，唰，净身呐，不是净山吗？我说的是，您说净身。哎呀，我有口音，可能是。您怎么单这时候有口音呢？你闲人闪开、啊，我要净山身。哎，好，非搭上自个儿啊？怎么还一啊呀？就是显得有些疼痛感。哎，这嗨，还是净身那个。闲杂人等全都闪开了啊！偌大的大雄宝殿，就剩他母亲一个人，真好。还有一个老和尚。哎啊！老和尚没有啊，老和尚出去旁边他得念经啊。啊，我爸爸干嘛去了？你爸爸不会，你爸爸害怕呀。他做什么亏心事了他害怕？他不会念经啊。啊，就非老和尚。哎，老和尚念经、嗯、我给您学学老和尚念经。哎，好啊，求子经。好好好，今儿各位来着了啊、嗯、我轻易不念啊，来吧，学一学。是不是听懂了？您这玩意儿谁能听得懂？那小孩是不是求来的？您这玩意儿谁能听得懂啊？您就念吧。啊，听懂的人越来越多了哈。道场成就。正气将成，斋主虔诚，上香设拜，檀香烛香声好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为人不行半分好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这是求子经吗？这是是是、啊、还搭什么茬儿啊？远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又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内不回归。耶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，你这是求子经吗？这个啊，咱前面就不说了，要是求子经这欧耶是怎么回事？梵文。哎，这 这叫梵文，就是求子的意思。梵文欧耶、oh yeah、哎，对对对。头一天来在鬼月门，鬼门关欧耶、oh yeah、哎呀，嗯，跳着蛋我牵着马，这不是求子去了，这是取经去了。这是求子经跟取经，他现在取经啊。啊，就别废话，就不要这个，就念求子经嘛。啊，求子经啊。哎，旁边老和尚念经啊，他母亲往这一跪、嗯、烧香祷告。哦，老娘娘在上，嗯，小奴家缺门德士在下。哎，你妈才叫缺德呢。野门鸡是在下。野鸡呀、啊、傻门旦是在下。去你的妈，没听说过某门某事。什么门、啊、鱼门某事。王氏王街坊嘛。哎嗨，他老记着这个，差点忘了、哎、好，鱼门王氏在下、啊啊、活不辞是。希望老娘娘乐什么呀你、嗯、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、嗯、我们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。嗯，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。哦，当我妈脑袋石皱的是怎么着啊？老和尚旁边敲磬呢。你说清楚了行不行？他母亲站起身来啊，又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，要拴，准备拴娃娃，就是这个。我妈打新疆马队下来的，这是要套马，这是。抬头一看，怎么着？老娘娘怀抱一个，拴他不好。为什么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没那个命。哎呦。低头一瞧、嗯、地上趴着一个，拴这个不好啊，淘气不好养活，那怎么办？再找吧、啊、找来找去找来找去、嗯、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。都谁呀、啊、你梅艳芳柯受良张国荣。我跟仨死鬼啊。炸金花
呢，啊，还玩呢，啊，还玩牌呢，啊，你母亲一眼就瞧上你了，哎呦，把你抱起来，这是我的娃娃，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是我喜欢他，嗯，把你抱家去了，好，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啊，你母亲怀孕了，您瞧瞧，不服行吗？真的，不服行吗？是啊，老和尚多灵啊，啊，老和尚。非常感谢各位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拴娃娃，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老的 很多相声演员都演过这个作品，嗯，也是一段很积极向上的作品啊，那个这倒没怎么听出来。这样的作品呢其实也并不多见，是拴娃娃传统的节目，好听也不好听您各位担待着听，您海涵，反正票已经买了，嗯，嗨，那个不退票了吗？是啊，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什么宗旨？这是想怎样都行，就是不退票，嗯，啊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这叫翻场。对，我一般跟孙老师喜欢跟大伙儿共同的聊一聊，说说话。您各位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？我们今年的演出安排呀，就各种，您可以随便问。嗯，以前孙老师在的时候，可以问孙老师身高体重什么的。嗯，当然今天也可以问 啊，因为他没在。啊，嗨。我们可以随便说，哎，对，你可以举手问，聊一聊今年的演出安排，嗯，没有人问吗？啊，您可以举手，哦，只要您敢举手，啊，怎么着，我就给您轰出去。哎呀，那还问什么劲呢？可以随便问，嗯，啊，我天哪，这么尴尬吗？嗯，你打算让人问什么？五环之歌，快。大哥，这歌我没听过啊，我只听过领悟，没有听过多么痛的领悟，多么痛的领悟，我听着多么痛的礼物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意儿给什么礼物了？这歌我懂得还真多，嗯，于老师唱一个，这个因为不太合适，嗯，因为这个捧哏的一唱啊，嗯，比如说我们俩这一场节目1000块钱，就是捧哏那一唱他就拿走一多半儿，所以说呢就不能让他唱，分赃不均。对了点别的可以随便说啊，比如说孙老师的体重什么的，没完了。哎，孙老师的体重，其实我的体重啊，我的体啊，北展的专场有新作品吗？北展的专场你买票了吗？啊，说完了，听完了再买，听完了再买，嗯，不行，买完再停，哎。北展呢，其实3月8号妇女节这一天，我在北展有一个相声专场，啊，你提醒我了，我正好做一广告，嗯，这个啊，妇女节，谁说父亲节了？谁说父亲？他说父亲节。妇女免门票吗？妇女免门票吗？嗯，你疯了。你可以不来啊，我们就指着妇女过日子呢。啊，他有时间他就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派一帮妇女去。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有没有新作品？其实啊，在这个大剧场演这个，吓我一跳，你干嘛这么？在大剧场演这个新作品，对观众来说并不公平啊，因为新作品必须要在这个小剧场打磨一段时间，嗯，才能够拿到大舞台去演，这叫试水。哎，因为这个大剧场去演这个新作品的话，如果说有瑕疵，如果说有不对的地方，你要喊退票，我们真没辙。哎，这个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尽量避免退票这个小剧场。这个小剧场我们可以愣不退，哎，大剧场不行，嗯，知道吗？真的是对大伙儿并不太负责任，嗯，我们争取会有新作品出现，嗯，今年我已经想好了啊，有这个新作品，是 啊，希望大伙儿拭目以待，嗯，我们静静的等待好不好，嗯，啊，演小品，我是相声演员，自打初一以后到现在，我收礼物收到了已经6个铁锤了，嗯，我真后悔，应该在春晚上给我女朋友起名字，叫什么钻石啊，叫什么翡翠，这好听点的名字哈。啊，这屋子给
拉空了啊，点点点痦子，嗯，牙拔了，痦子没点。嗯、啊？三月十五号什么日子？打假的那日子呗。嗯、郭老师什么日子？北展呢？我是我三月十五号北展呢。我天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三月八号，他十五号，这不抢我的生意吗？这不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凭什么？他十五号啊？啊、我不知道，可能没我。他不看我，怎么会有我呢？不会有你了。谢谢谢，这个我们不太清楚，这个一般都是提前一两个礼拜才开始分布这个节目单，嗯，现在还不清楚哪天演什么，嗯，谢谢大伙儿，咱这个就不聊了，因为没有一个正经人啊。嗯，给大伙儿说一个吧，说一个什么呢？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。哦，说点谁的事儿呢？嗯，说点，也就是我了，嗯，这郭老师啊，嗯。他不敢，不是？怎么不敢？怎么不敢？真敢！啊、真不敢。行，说一个我师父的事儿。好啊，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嗯、我师父跟于老师这些年呢，从零五年开始，所谓的就是火了以后，嗯，一直到现在已经八九年的时间了，是是不是？嗯，出去卖去也挣了点钱。谁卖去？谁卖去了？卖艺说相声。我们哥俩合作，你说我知道的事儿。好好好，你别让说我不知道的事儿。这样的演员最坏，差点给我带沟里。这个谁给谁带沟里？真事儿，出去卖艺说相声，挣了点钱。嗯，分别也都买了房了。嗯，在一个小区买的房子。是住邻居，住邻居。嗯，两家呢都请了保姆了。是啊，王嫂、李嫂啊，请了保姆。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。啊，碰上啊，什么遛狗啊、买菜，经常能够碰见。来楼下。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聊天。嗯，他的保姆先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，大姐？嗯，大姐，你可不知道。嗯，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是太太，是太太，就说明他媳妇事儿多，经常吩咐人家干这个，要求人家干那个。嗯，人家只能说是太太，是太太，老说这个。我师父的保姆说了，嗯，你算什么呀？啊，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不，先生，不，不，先生。哎，行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就不要加语气了。这真事儿，真事儿啊！好好，我喜欢听，甭管真的假的。来一个。啊，不行，是、嗯、要不是惹祸、嗯。这个，说点我自己的事儿吧。嗯，其实我这些年呢，出去卖艺说相声也挣了点钱。嗯，真的，我没有买房啊，哦、房子咱买不起。嗯，买车了。哎，对了，买车。哎，这个今天呢限号我就没开，嗯，知道吗？我车挺好的。是吗？你才九手奥拓呢。哎，九手奥拓。什么观众？这都是这我的车挺好的。什么车？得了，这个不聊了，是怎么的？你管着吗？不是你说到车了吗？您的大 QQ 开着，我说什么了？是不是？我没问你，我呀，说你呀，这不是我啊？永久，我那车今天自行车啊，限号，你知道吗？那还有什么号啊？那个反正没开，没开，没开，没灯，那是。谁说的？我车有灯啊，有灯，灯起来呢，灯前面那个有一灯特别亮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还是自行车吗？不是，永久，永久卖了，抛弃了，那买汽车。哎，换汽车了啊，吉普，啊，那不错，吉普啊，啊，好牌子，是吗？听说过吗？吉普啊，吉普知道。哎，啊，勾俄俄坡那个什么乱七八，你到底说拼音说英文呢？这里。吉普吗？啊，你就说吉普，大伙儿都知道了。三驱。我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拉不了多少货吧？三驱，电动三轮车。我说电动三轮了吗？废话，汽车有三驱的吗？怎么不能？怎么不能？怎么能？你说说。一般都是几驱？一般四驱、两驱。两驱。对啊。有四驱，有两驱。是啊，我那就是三驱。
那轱辘找谁去？前面那俩转啊，那个备胎他也转，还是自行车，自行车后边你骑着背一备胎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就是两驱，两驱就完了。去吉普啊，我们家住的稍微的远一点，哦，住昌平，啊、回龙观那儿是，中间有一段高速，嗯，今天我就是开车，本来我开着车呢，嗯，上高速，谁成想在高速上出了点事儿，怎么了？别笑话我啊，你说出了点事儿，着了。什么着了？车着了，汽车着火了，自燃呐！哎呦，哎呦，我心想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后来我才明白，怎么回事？没松手刹，太拉乎了，弄滑滑着了。你瞧瞧，反正有保险，怕什么呢？哦、我从车上下来，嗯，翻高速，坐公交车上来，来给大伙演出。这太敬业了，您这那可不是演员嘛，说相声嘛、啊，车都扔了，哎，给大伙演出，嗯，正好过来一辆公交车，嗯，我就上去了，好、哦，旁边有个座嗯，吧唧我就坐那儿了，你是摔上去的那，我刚坐那儿过来一大姐，哦，跟我聊天，嗯，跟我寒暄，寒暄，跟我搭讪，还搭讪，孙队，我起来，嗨，这就不叫搭讪了，嗯。我堂堂七尺男儿啊，能屈能伸。七尺男儿啊，能屈能伸呢啊！哎，我就站起来了，嗯、是吧？你还这叫能屈能伸啊？刚才我屈着呢，现在我伸起来了。哎，这亏得您这么理解了。哎、嗯，我就问他呀、啊，嗯，我说大姐，凭什么让我起来呀、啊？啊，凭什么？嗯，这是我的座儿。哦，我是售票员。您坐人售票员那儿了。好，瘦大姐，哎，您瘦大姐。售票员嘛，那就叫瘦大姐。瘦大姐，您坐这儿啊，旁边还有一个座儿。哦，吧唧我就坐那儿了。啊、哦，又摔上去了。又过来一个大姐，嗯，又让我起来。为什么？我起来，干嘛？快点！怎么了？干什么啊，大姐？啊，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嗯，你说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是我的座儿。怎么见得？刚才我买票去了。啊，再说了，我怀孕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哦，孕妇是。看不出来呀、啊嗯，看不出来，几个月了？嗯，仨钟头了。哎，这，那叫孕妇吗？那个，那可不是孕妇吗？你知道怀上没怀上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赶、紧，哎，坐着坐着坐着，嗯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危险危险。是，哎、你说您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？嗯，没有，嗯，这大姐从兜里掏出一个湿纸巾来，干嘛呀？心相印的，哎，你说这，别提了，她就跟那擦，嗯，什么意思？擦什么？擦那个座位，她什么意思？就是嫌你脏呗，还能什么意思？嫌我脏，各位啊！我新换的裤衩啊！嗨，提这干嘛？嫌我脏？不是，你就穿着裤衩出来的是怎么？怎么了？你提这啊？真的呀？我那裤子不是着了吗？你坐到手刹上了是吗？连裤衩都点着了，您这裤衩没着啊？裤子着了啊？我脱得快呀，汗毛都没了。哎，加手刹加的还真紧，您这个。你说你擦完坐那儿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没有。嗯，又掏出一个干纸巾来。嗯，舒洁的。哎，这老有这牌子。接着擦啊，擦完这才坐下。嗯，多气人，多气人，瞧不起人是不是？干嘛生这么大气？谁成想这大姐刚坐下，嗯，出了一个虚功。什么叫虚功？文言文就是放了一个屁。孙子，上边那才是文言文呢，知道吗？这咱得说两句了啊。不说两句不合适了啊！你得说说他。我说大姐啊，真好干净啊！怎么呢？擦两遍不行啊，还吹吹啊？吹你的吧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给大伙唱一个吧。嗯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，喜欢唱。嗯，《五环之歌》这首歌呢，其实成名了已经很长时间了。这首歌是我的原创。哦，自己写的。嗯，我知道这么说有些不要脸呢、啊。前几天我在春晚的后台，我碰上这个蒋大为老师了。哦。我要感谢您，您的《牡丹之歌》促成了我这么一段美好的姻缘。因为改编自这个《牡丹之歌》嘛，那倒是《五环之歌》。嗯，他说：“嗨，没事儿，早我就听说这个《五环之歌》了。”哦，没关系，随便唱。嗯啊，反倒让我这歌特别火。嚯、哦！我说那就行。嗯，他说也给我带来一些困扰。怎么呢？我在演唱会上唱这个《牡丹之歌》的时候，台底下跟着我唱全是《五环之歌》。
这比他那还普及呢。对，我比较郁闷，我说跟您抱歉，他说没事随便唱。我后来我们就那个随便唱啊。之前我唱的时候，你是之后随便唱的吗？之前也随便唱了，多新鲜呢。这个好听不好听，各位担待着听。《有关之歌》唱给大家。好，来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啊，五环。还有这毛病呢，你这。我是有点不要脸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。我发现一个情况啊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啊，怕你身边的朋友笑话你。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。嗨，谁也别笑话谁啊，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。再来一回啊。要了命了。二楼的朋友，后面的朋友，让我感受到你们。行了。你会我蒋大为。我以为那疯了一个。谢谢大伙能够认可我这首歌啊。谁认可你？接下来好好给大伙唱一个歌曲《青藏高原》，唱给大家。是谁的？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哪儿就张嘴就唱？什么呀？张嘴就唱啊？怎么了？我拦着你是为你好。没事没事啊。不是啊。远航你先等一会儿。你要疯？我看这是。是我要疯，我开心呢。你开心，你别这照顾点自个儿。是谁？别唱了你。干什么？我拦你一下，为你好吗？没。您说，您说。青藏高原啊，本身就是女生的歌，对，女生唱比男生就高着八度呢。对呀，您现在唱青藏高原，拿起嘴来就唱，前边没事，后面那高腔到后边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您多虑了。是吗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。哎，这嗨，是谁留下？这也是我的成名曲吗？不废话，直接高腔了啊！啊，真的？哎，好啊！你要买的什么乱七八糟？哦，对不起，唱错了，唱错了。啊，你把那个舞台上的带到这儿来。最近可能看电影看多了。哎呀，别提这。亚麻索，亚麻索也不像话。阿拉蕾，哎嗨，亚拉索，对，亚拉索。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谢谢谢谢。于老师，于老师来一个吗？我别来了，我今儿驻场，我拿多一半钱不合适。于老师，今天要这钱我不要了。真唱啊？啊？怎么那么些礼物？一无所有啊？行，崔健的哈，一无所有，咱们唱几句啊。
唱几句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哦，你何时跟我走。唱得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捧我了，捧我了。再来一个。好嘞。哎，你这钱还要吧？要吧？我还累傻小子呢，是怎么着？好吧，我给大伙唱一个啊。啊哎，宋清老师，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原来就是悠悠，谁嘿嘿来的、啊、没呵呵就行了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中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看谁累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、啊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给谁的呀，那是哦，给小月的、哎、来接过来，真好啊，这是给谁的、哦、给我的，哎，您接过来，嗯，来吧，一块拿过来吧。嗯，嗯，哈哈哈哈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怎么没有给于老师的呀？啊，哎、我这都在前面摆着呢。啊，于老师的人性怎么了？这是、啊、都没有这个姑娘真诚。这是刚才谁送的鸭子？也是。他说：“小月，我什么都没带，我想跟你握个手。”我想让他出去，但是觉得不合适。没听见说的什么？不是，那姑娘说跟我握个手。这是谁送我师傅的枕头？啊，
这要干什么？这别闹，孩子。这人家孩子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吗？行，我会好好躺着的。这个这是桃哈。像我啊。那是那姑娘给的哈。这谁送了一屁股这是。粉色的。粉屁股。我就留着这个啊。可爱这个。特别好。今天是我们德云社这是20周年闭幕式啊。对。闭幕式特别开心能够跟我师父跟我大爷在一起。你这在一起演出干嘛这么咬文嚼字的呀？我得说得清楚啊，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够听得见。够清楚，我师父我大爷啊，他们你大爷的。大岁数让孩子痛快痛快。怎么叫痛快？我们爷仨在一起演出。嗯，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今天为什么孙悦没有来。有点别的事儿。一大活人、死了那就好了、哎、对，没有没有，他有点事儿。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孩子，挺好的事儿啊、哦、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弟弟啊、哦、就是他这是好事吗？这个好事儿，好事儿，特别像孙悦。怎么会呢？这特别像、哦、特别像。你也下得去手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里这个态度就对，别承认啊。所以说呢，孙老师有点事儿没来，赶上我们爷仨，嗯，给大伙儿奉献一段，嗯嗯，给大伙儿，咱别说了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这个人不爱说，我也不会说，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刚才呀、啊，我师父唱了很多，那都是小曲小调，嗯，没有歌。哦，像我们这些个90后，我们对这个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多少他是有些个研究的。云鹏，云鹏，孩子，别着，你大爷拦着你呢啊！啊那个，你刚才说你多大了？90后，跟我一边大。对，去，这爷儿俩怎么都这样啊？你们，我比他月份大。嗯，我80后，80后，您是？80后是真的。我师父70后。我70后啊。我大爷60后。我60后都不行啊，你们还要怎么样啊？我们仨加起来400多了，开心吗？反正还年轻吧，年轻。我对歌呢，就是歌曲啊，就比较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嗨，你对歌什么？歌曲儿。你那个嘴里有袜子啊？哎，歌曲儿啊。嗯，对歌曲儿有些研究。我相信60后和70后对歌曲呢就没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他们也不懂。你等会儿，孩子不懂什么叫流行，什么叫民谣，哎、什么叫摇滚、哎。我们那个年代有我们那年代的歌曲。嗯。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我还挺爱看他这表情的啊。这个有个文言词形容你这个状态，叫剑气浪当。这看着清华毕业的，那是啊，嗯嗯，有点这个，可以可以，好，这也是浪风抽的了啊、嗯。比较喜欢这个剑气浪当这个感觉，嗯，大气、嗯。这样吧，我唱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嗯、这个你等会儿你怎么好边儿？您二位就回去休息好吗？不是你怎么你就要唱一句？您累了，您累了啊。休息吧，你先甭说累不累，开着车，开着车奔二环，然后直接到家，到家让大娘给您端一盆洗脚水洗脚睡觉。你管那么宽干嘛呀？你媳妇还给你端洗脚水呢。也行行行了，行，我也是好事啊。不是你怎么着？我就让我们回去，你要唱什么呀？就让我们回去吧。啊，我自己唱，大伙喜欢我，我自己唱。您也回去吧，好吧？我回去顺二环走，你大妈给我端盆洗脚水。我们仨赶紧睡觉。对啊，你们家怎么那么些水呀、啊？嗯，行吗？别孩子，你好容易你来一趟，他现在特别忙，一天到晚的啊。是。然后这个演出啊、拍戏啊、做节目啊，哈、啊，这个好容易回来一趟说相声、嗯、是吧？对，这我徒弟里边颜值最高的了。嗯，我孩子长得肉头啊，又狗狗又丢丢啊。这词儿我都听不明白，那都是俺们上学的时候学的。哎，对，二少过路教的。谢谢。那个，你今天要干嘛？就是唱一回，唱一回。你们二位就是不会的、不懂的，哎，没有听过的，好吗？哎，孩子，你别这样啊！就说现在你是挺红的了，
但是我没有听见是什么。爱听这句 就说你现在你是要死啊。你要说唱传统的东西好歹我还知道一些，嗯，唱歌的话你大爷是行家，因为你大妈在歌厅里红多少年了。你说点别所以你要提这个嘛，就说这意思啊，不让提了，大爷是不是？压根儿也没有。哎，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啊。干嘛就当没这么回事啊？所以说你说话别太狂，孩子啊。那你要愿意唱，当然是可以了。对你，我们也可以听听。对呀、啊，你唱唱、啊，干嘛让我们走啊？嗯，哎，这样吧、嗯，啊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不是你当着我们唱不出来是怎么？不是，就是。怕你们不会丢人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还怕丢人，还在乎这个？哎，没有这样的，你就，嗯，唱一个你们不会的吧，来吧，听这个啊，嗯，新歌，来吧，新歌，爱听新歌，嗯，花篮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呀唱。来到了南泥湾、南泥湾好地方、好地呀方、好地方来好风光，就别起范儿了，你们就别拍了啊，好地方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。这叫新歌，有这歌的时候你祖母还是少女呢。你不要说的这么有画面好不好，说的牙碜点吗？有画面，有画面，我祖母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行了行了，可以，好，不要拿这个诱惑我们。嗯，花篮的花我们吃过见过啊。啊，花篮的花儿香，南泥湾啊，南泥湾不错不错啊，不错，听这个啊，我都轮着他表扬我了啊。你说我怎么混的？听这个，嗯，新歌。好的。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的这倒不长狮子，都给抖了，说下去两岸，我家就有点凉掉了。你看我们孩子的心理素质，冻上了也得给你唱完。一条大河，哎，这歌叫一条大河，我也是懵的。啊，这歌你祖母也没结婚呢啊，这歌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，还管饭。听这个吧，好的，新歌，期待，嗯。你祖母来了，他还站起来举手呢。嗯，我祖母挺年轻的啊。那是，你刚才说挺好看，是他吗？嗯，还好，哪儿都直了，脸都直了。嗯，是我师父最近怎么了？你那兴奋。嗯，再来一个吧，我再来一个。哎，挺来新鲜的，新鲜的啊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到雨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成都打有狗那年头就有这个。那你有点瞎说了。你得问问哪年有的狗。哪年有的狗？你今年多大？我32岁。32年了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
姜还是老的辣。别走，再玩会儿。哎，这个，好好好好好。好耶！你们最好照着词儿说下。哎，对，没有词儿，没有词儿啊，玩我好，好。这个要求我们得满足。我给大伙儿好好唱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橄榄籽儿唱给不是，手串之歌不是，橄榄籽儿，嗯，各花的还是素的呀？橄榄菜不是，橄榄菜拌饭的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哎，擦屁股的，嗯，揉后脊梁的啊，橄榄树，哦，树上有籽儿啊，齐豫的一首歌，好，齐秦的姐姐橄榄树，好不好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好听啊，各位，我就喜欢，我就喜欢，我每次听这歌，不要问我，我就能高潮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兴奋，特别。我要不我走吧，你们俩聊吧。就你这状态，跟你谦儿大妈一样，是不是？特别开心，听着啊。不要问我，哎呀。你唱不唱了？听着啊！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不是那个了吧？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巴扎嘿，哪有这个呀？我也不知道配合的对不对啊？我是不是唱错了？反正没听出奇遇的味儿来，这个我倒听出监狱的味儿来了。啊！不要问我，不是，你已经唱了越狱了啊！不要问我的，不要问我，余生刘德华了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不要我，哎呀，这找着。终于他这个玩意儿不用咱帮忙吧？不要问他，没准他唱他了，咱俩聊咱俩的吧。听着，咱俩得在这儿，那错不了，拿钱了，特别好听。你等会儿，钱了。那几个孩子都批评你们，别打岔，跪好了，跪好了，没等他想起来呢。哎，跪好了，一会儿来刽子手，拿着锯，嗯，好快的刀。你别管我们，你唱你的，好吧？咱们各玩各的，好吧？要不这样吧，说您二位这边说，我上那边唱去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咱别在一个画面里。那是那是啊，咱俩这活也不挨着，是不是？好快的刀，听着啊！我听了刚才那个菜市口砍头那个哈，听了啊，嗯，听了。我问你，嗯，哎，田字那边出，快讲，快行了。苍蝇拍，苍蝇拍，嗯，炕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西游记主题曲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女儿国东海，为什么流浪，飞鼠吗呢？哎，校长问你呢。忘词了吧。好好的敬业啊。流浪差一句呢。啊，为什么流浪，我也是流浪远方，流浪还真差一句。巴扎嘿，老有这个没，这不够底。嗯嗯，于老师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别唱，我知道你刚才于老师唱了一个同仁堂，其实于老师唱那个我要你特别好听。哦，我要就那个，这你们两口子都会啊。没有，你大妈净给我唱这个来着。嗯，大妈老说我要你来。别讲，今天你来你唱，我唱，我不知道大伙爱听什么，大伙点几个，点几个，我别唱。你要问他们就是五环啊。有说送情郎的是吧？送情郎啊，啊，
还有喊十八摸的啊，一定是我的同学。嗯，十八摸，要不您二位演一个好不好？嗯，反正闭幕式了，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大伙儿把手机关了，来，二位演一个十八摸，来。你们这票钱都多少钱花的？这。你以为到我们学校来拖一个啊？我的天哪，我们仨完全没在一个频道。我觉得我还年轻一些。嗯，这场节目串了台了啊！是是是，五环之歌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吐了，我也吐了，我也吐了，臭了街了。嗯嗯，不唱了哈，那唱一个别的。送情郎啊！送情郎吧，送情郎好一点。嗯，好。行。啊，五环，你们会唱还让他唱？啊，巴扎黑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我一听这歌我就浑身头疼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宋清郎唱给大家啊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要要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，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你要那么说吧，我就到刚才您那个这是打压那意思，打压。这不是哪位送了一袋烤鸭搁在这儿啊？嗯，挺好，好吧，挺好。但是你唱的没有你谦大爷唱的好。对，我谦大爷唱的好。谦大爷唱的真好。嗯，您老唱那什么，弄一红裤子，不是拉一红，拉一块红布，一块红布哈，一块红布，很好。于老师唱一个，你们爱听吗？我这怎么着让他上来让我唱？你这哎，有您的观众啊啊！一块红布哈。唱几句啊，好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我错了，再来，从来，大爷，从来，吓死我了，你这，从来，我以为掉井里了，没事哈，没事。那天是你别闹啊！
往外。我错了，刚才我不应该搅和了。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唱了。你们管留我呢？哎，对，这儿有我呢，你唱吧，你唱吧，你让他唱吧。别搅和，不是怎么意思？让谦儿俩唱，谦儿俩唱、啊、唱得好，嗯。别闹了啊！太急了，你看，太急了。哎，就两句，一块红布啊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来、哎、来来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说话。镜头还挺好。唱啊！哎，不唱，唱啊！张嘴，再唱又到同仁堂那儿去了。带的新版好，我刚才新版，我新版不好，您随便搅和。所谓的版指的是节奏，对，新版就是心里有自己的节奏，对，你外界怎么搅和不能乱，嗯，这是真功夫。别新版，我还老版吧。那别搅和了，于老师好好唱一段啊。好，哎，我这心理素质才正好呢。来啊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，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。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，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一路。就唱这么几句，这山道，我还是真挺爱听于老师唱歌的哈。哎呀，我这好，师傅您唱一个吧。哎，我不会唱歌，孩子。我确实，我师傅唱歌就都是戏味儿啊。我会唱什么呀？大约在冬季啊。轻轻。大爷在冬季。大奶奶不在冬季啊。大爷在夏季。我原来跟齐秦关系可好了，自打唱完这歌，我们都不来往了。够一万人微博上私信我说缺了得了啊，这歌不会唱了已经啊。其实我这个特别通俗，来来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，我师父唱过很多歌，嗯，什么什么花心，什么什么那个外婆的澎湖湾，这都是外婆澎湖湾我倒是会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出沙滩。哎，这挺好。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因为这个歌，我已经当选二人转协会副会长了。他们说我唱的可有那东北味了啊，特别好听，特别好。唱的我唱没他们俩唱的好。您客气。因为今天这个演出您也看出来了啊，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知道今天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演出的闭幕式，就热闹，但是没敢折腾这么大。嗯，因为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剧场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的开幕式。嗯，结果这一演了一年，整个2016年德云社超过5000人以上的大型商演，我们演了是几十场，是90场还是多少场我忘了啊。然后小剧场商演是3000多场，我们不能再敬业了，再敬业就快累死人了啊。演了一年，然后到今天这个系列演出呢算是一个收科。对啊，就告诉什么岳云鹏啊、郭麒麟呢，在外忙的演员都得回来。您也看出来了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声大会，对，为了就是跟大伙儿一块儿玩一玩，热闹热闹。感谢您各位支持我们这么些年。对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、岳云鹏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支持，谢谢。